Hello， 大家好，那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晚上的唱作俱佳。那刚刚那个登高一呼的那个，今天看不出来他长发，然后他是我们的村长，他叫发哥，然后他是一个相当热情又有礼貌、充满爱的一个村长，大家都可以没事都可以去找他聊聊天，哦，他相当的热情。然后，我们就是今天的节目很特别，是一个大家可以自由报名上台的。那这节目也已经执行起来也很久了，就从铁花村就是有铁花村以来就一直有这个节目。那所以有很多朋友已经知道的，他们就会主动在今天晚上到那个现场来。那就是会带着自己的乐器这样，所以大家看到现场有带乐器的，待会都很有可能会上台。不好意思哈，先吓吓大家，待会我们正式一点。然后外面有一个黑板啊，就是大家如果说，它是铁板，外面有一个铁板。大家如果有想要上台的话，都可以到上面去填上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就可以上台演唱。那今天其实蛮，虽然下雨天，可是已经有五个人报名了，所以我们还有一个第六个名额，所以很欢迎大家。待会如果听歌听到一半，然后想要上台分享的话，都可以到那个地方去把第六个填上。好。